现年67岁嘅影帝周润发，一向生活都相当贴地，只要缘分到，要巧遇发哥并唔难。就连圈中嘅艺人都好中意将佢哋偶遇发哥嘅相放上社交网开心 share。今日竟然轮到同样系巨星级嘅乐坛校长谭咏麟啦，带晒佢同发哥嘅合照。谭校长留言写到话：前几日喺街头度撞到一个淡泊名利嘅老友，国际巨星周润发。他说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非常之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相入面可以见到他们两个都精神奕奕，气色极佳。有网民就留言说两巨星梦幻联动啊。